嗨，我是你家隔壁的阳光男孩雷翔，大家要记得订阅我的频道，开启小铃铛哦。另外，我还有个人专属会员制，有兴趣的朋友赶快加入吧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你家隔壁的阳光男孩雷翔，我是翔浩，泰森，一路。我们今天玩一个游戏啊，这个游戏呢叫做歌曲抢麦赛。哎，顾名思义呢，就是要来唱歌。我们总共走三轮，我们依照每一轮的这个关键字不同，但我们关键字有小帮手帮我们出啦。我还是不太理解，可以举例一下下吗？譬如说，请你唱出有关天气的歌。雪一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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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对 ，OK， 防我们的。好、OK， 那我们就雨下整夜。不要再唱了。好好好。雨一直下。最输的那个人，我们有一个终极大惩罚。大家明显看这颜色呢，就知道我们就是蓝蓝，他们就是红红红红嘛，很清楚了。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喽 ，Go！ 第一轮的关键字呢，就是动物，动物，动物。好，那我们准备了，五、四、三、二，走！来，哇，这么快！还是会害怕，还是？等一下。火鸟的英文叫做 Firebird。如果你是一只火鸟，我一定是那火鸟。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，也是鸟，也是鸟。斑马，斑马，你不要睡着啦。我心跳贝贝呀，早三关。山顶一个乌狗，兄伊是无丢的小鸭，哎嘿。火在烧，猴子。看鱼啊，伫遐收来收去，收来收去。鱼啊 ，OK OK， 鱼啊过。我需要你，我是一只鱼。这个是那个 Only 有的吗？爸爸，爸爸，请请，任贤齐的，任贤齐。大象，大象，你的两只老虎，两只老虎。你是我的小蝴蝶。蝴蝶也是蚊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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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爱你，爱着你，就像老鼠爱大米。我们有了什么风雨？老虎、老鼠，傻傻分不清楚。哇，没有没有。排队动物，呀呀呀呀呀呀呀！哦哦哦哦哦哦！那我们第一轮刚刚的比赛结束，请小帮手帮我们公布一下成绩是多少。因为他的谐音梗太多，但是下一轮谐音梗我们列入积分。好，那我们第二轮的主题呢是疑问句，疑问句要怎么谐音？第二轮比赛准备开始。你敢不敢承认我爱上你的坏？徐佳莹的你敢不敢？想要问问你敢不敢？刘若英的为爱痴狂。OK OK。是谁在敲打我窗？你哭了吗？我听不到你说话。法令的荒唐。当你孤单，你会想起谁？谁还记得是谁先说永远的爱我？记得。你最近不说话，怎么了？为什么？最近李圣杰的。Okay， 李圣杰的错。怎么了？你消失了。周星哲怎么了？好，又来又来。你好不好？周星哲。如果相爱上面，让我们认识，你给我不要的机会。告诉我，告诉我你到底爱着谁？哈哈哈哈哈哈！动力火车的当哈？是不是？啊？好像 OK OK OK。哇靠！搞什么东西？怎么会有两台手机？谁的歌？我的歌，最新单曲《爱情的烂东西》。搞什么东西？怎么会有两台手机？藏着什么秘密？藏着什么秘密？大家怎么都跟我说，你不要理不。
当我抬起头才发现我是不是忘了谁。我们听我们听还没打麦聪明，你是不是想我在太阳下低头、yeah.天灰灰会不会让我忘了你是谁？秋名都华的天灰灰，世界末日。第二轮的比赛结束，获胜的是田浩蔡振铎。这个比赛应该不能看了，真的。最后一轮的题目是颜色。好，好，不给你们多时间想了，准备三二一，走。你们这么想吗？等一下，女士优先，女士优先。他穿着黄衬衫，剪着平刘海，黄衬衫男孩。你说蓝色是你最爱的颜色。T.O.O. 没落后，孙燕姿天黑。OK。等不到天黑，烟火不会太完美。不懂你的黑色幽默，周杰伦黑色幽默。你永远不懂我伤悲，像白天不懂夜的黑。等黑夜问白天，能不能赦免灰色的人间？林俊杰的黑夜问白天。眼前的黑不是黑，你说的白是什么白？迎着雨点走出你。淡蓝色的房间，这是紫色的台中，我们不停派对和工作。一八七 ，Every day is my birthday。OK OK， 过。哦，我知道，绿光在哪里？孙燕姿，绿光。OK， 我有。在我转身之后，你的泪不停流。我只想到唱这首。谁来烧热我眼睛的黑色？颜色林宥嘉。抓点舞起来，我高跳黑色。黑啊！来个谐音的。菊花台满地伤，你的笑容已泛黄。黄黄有哎，突然有，再这样突然黄黄。红线女孩等着我，红线女孩。钢琴上黑键之间，永远都夹着空白。曹格背叛。OK， 过。那我现在公布一下比分，现在比分是五首。所以呢，我们现在一起定胜负。好，不演先讲，三二一，走。等一下，你好。我不知道有没有人唱过，不然你唱歌听我帮你确定。不行。天空灰得像哭过。爱你以后没有。这次的比赛由田浩蔡振铎获胜。我们还是要进入惩罚阶段。耶！想跟一路已经进入到惩罚区了。是的。惩罚就是炒炸弹，对不对？炸弹，那里面呢有装我们的面粉。那我们气球先冲。等一下，是气球。快点，培养，快点，我有话要说，我有话要说，我有话。等一下，我有话要说。哇，好大！等一下，很大吗？我不敢看啊！你看一下，不是你，哇，好大！不是要爆雷啊？等一下！他大声了！我着实吓了一跳，哎，我的魂要飞了。好啦，那我们今天影片到这边结束哦。那如果大家呢刚刚在关键字的时候有想到什么歌，也可以在底下留言，或是有想到什么主题，也可以告诉我们哦。那非常感谢田浩、泰森、一路，我们下次影片见，拜拜。拜。